说实现半岛无核化，维护半岛。采浪，大家先这么办。他一贯主张，当前半岛形势敏感，负各方冷静克制，尽快重回对话协商轨道，共同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二号当天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接受了媒体采访。他表示，中方强烈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。